我喜欢鸡肉，鸡肉很喜欢，嗯，鸡排都喜欢，鸡排也吃过了，鸡排。哦，鸡排。嗯，大明星朋友们好啊，新年快乐！我叫邱和正，我是韩国来的歌手，见到你们很开心，我很幸福。就是很爱的人分手了，所以很难受，还有很哭那样的很感觉，很想他，就这样感觉。所以唱歌唱的时候就想啊，很想他，很想他，就这样。嗯，我朋友分手的时候，啊，我一起去好吃的东西，对对对，我喜欢鸡肉，鸡肉很喜欢，嗯，鸡排都喜欢，鸡排也吃过了，鸡排，嗯，很喜欢鸡排，还有炸鸡。韩国的炸鸡很好吃，嗯，就鸡肉都喜欢。就是我很喜欢唱歌，因为我很自己很累的时候，也我受到了感动，是就是音乐。所以呢，我也以后很努力努力，以后我也别的人给他们感动这样的，他们很累的时候，我给他们很幸福这样的感动。哦，另就是发声。就是就这样，这么突然。因为我的歌曲全部，就是很高音的很多，所以呢，哎，就这样，对，这是我的方法，好奇怪吧？哦，对，抒情一点的喜欢，抒情歌很喜欢，对，所以我平常唱的也很多抒情歌吧。啊，刘礼浩，我跟你讲，这位也是刘礼浩的粉丝，刘礼浩，我很喜欢。他让你在台上讲那个超开心啊！他都有见到他本人，嗯，最喜欢他哪一点？就是他很帅，很帅。还有呢，他说韩文的时候很可爱。就我记得是练习生的时候，每一天减肥的这个部分很累了，因为每一天那个静静的来，哎，你上去几公斤这样的都行。那是要在几公斤才是比较正常的？不能够20公斤吧？50，就是跟这个一样吧。20，就是最好的方法是多喝水，对，多喝水，还有菜那个泡菜，好菜，嗯 ，salad， 化妆水用，化妆棉用，这样，10分钟敷着，真的假的？以后这样，我1月1日出来了新专辑，请多多听听。还有呢，我再来台湾很开心，很幸福。请大家新年快乐，还有祝你幸福，越来越多我好的歌曲给你们听，请多多关照我吧，谢谢。